眼神兑现到过相对，惧怕纷争，害怕倾倒，谁滴谁安稳妥，没法足共鸣，合意同一，独立为一，在其中十架痛苦真实的其中，害怕看清真实，间对立间断不破，没法分清力竭筋疲，界命是否混杂架，孤独在人群，似是若无缘动之美，在途中是空中，在途中脱去四面砖也苍茫，若是重构救主的身体，仍来透亮去自我，逃离软弱与落魄，同到苦难成为另类的变，越过界限，无论教会怎样，痛失去可被挂污。